凤凰真血，你居然趁我即将晋升之际，偷下如此杀手！天之骄女本不该有两个，既然已经有了我，何须有？你真以为拿了我的凤凰真血，便能凌厉大增？别妄想！我自小苦练修为，一日不敢松懈。要不是因为你有凤凰真血，怎么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的头上？ 我的名字叫左青鸾，青鸾火凤，百鸟之王。我左青鸾才是前缘大陆上唯一的真命凤凰。我这是。 凤舞，凤舞，凤舞，啊！你是谁啊？你醒了，凤舞。凤是谁？这是哪里？这是哪儿啊？看来天意如此。啊！你干嘛？你想干什么？你别乱动，你现在伤势过重，修为尽失。 为师的凤凰真血只能保你一时平安，若想要重新修炼，必须服下以仙灵果入药炼制的九转回灵丹才可以。你在说什么？凤凰真血，仙灵果？我是你的师父穆九州，我知道你并不属于这里，但记住，从现在起，你便是凤舞了。若要弄清楚你究竟是谁，又为何来此的话，就要好好的活下去。 怎么哭了？待众人找回凤舞时，这位昔日的天才少女不仅修为尽失，甚至性情大变，记忆全无，无法说出变故因何而至。最终落得个被家族流放边境老宅的下场。而凤舞与穆九州之间的神秘联系也再次显现，结界出现裂痕。 代表穆九州的星光彻底消失，一个意识灵魂的第二人生也由此开启。
这第二人生开始的着实诡异，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我却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一睁眼就出现在了另一个世界。除了那个莫名其妙自称是我师父的人告诉我要服下九转回灵丹重新修炼以外，就再也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的任何线索。里边请。不管怎么拼命解释，身边的人都坚持认为我是因为丧失灵力导致性情大变。唉，算了，既来之则安之，暂且相信那些鸡汤里说的，一切自有答案吧。大娘，家中有小孩夜晚啼哭不止吗？没有，不要不要不要。大嫂，新出的药膏要吗？伤筋度。新出的药膏要吗？不要不要。小姐，对接开了家大药才好，这生意是越发难做了。没眼光，好久不见呀。姑娘。他没眼光。你看着啊。这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位漂亮的姑娘拦我去路，所谓何事啊？这位公子，我看你这面相不大妥啊。胡说，我们家公子那是城主老爷的独生子，福气大得很呢、有何不妥啊？公子，你是不是从小到大还常常夜间一念？一派胡言，那胡了。哎，公子，稍安勿躁嘛，你这一念，嘘，就小点声。你这一逆啊，此由膀胱虚冷，不能约于水。这常言说得好，遇水则发，漏水亦是漏财。公子，这病要是伴随你一世，怕是富贵难保了。姑娘，既然你看出我的病症，可有解决之法呀？有是有。但不好弄的，没事，你说出来，都好弄。须得取十二种动物的膀胱为药引，加之无根之水，三碗熬成一碗。且不说这药价格不菲，这有什么呢？我们家公子有的是银子。主要是费时啊，我统共就练成了一品，还得去乡里送一部药。哎，姑娘。我也算是乡里，而且是对症下药，帮忙吗？行吧。多少钱？十两金。十两金，快，十两金。十两金。这药，公子可要妥善使用。要是磕着碰着，可就没有第二瓶了。是，活菩萨呀！你们两个，我拖着，前面停！让开！